抽卡还能抽出这么多答辩的，这游戏太离谱了吧！一个字，绝！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蛙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，不是原神，有没有人玩过的呀？没想到一进来就是抽卡的池子，还送了我们这么多的原石和粉球，看来这次可以抽卡抽大爽了呀！我们这边有这么多角色可以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抽这个里面最可爱的角色，可莉。哦。他居然叫做可爱的恐怖分子，这不对呀、啊！这不对吧？看我一发誓言，直接出金！哦。出这么多的答辩，还有这个是谁啊？这么大的一张脸，算了，再来一次。Nice. 在角色界面看，这可莉还是挺可爱的呀。只不过我用了70多抽才抽出来，看来只是平常人的水平呀，并不是欧皇呀。